高是啊，高是，我上辈子到你对你做错了啥，这辈子给你干这个活是吧？劲儿挺大呀！啊，这么长，哎呦，哎，那个不要弄碎了，轻一点啊！来，这个东西抬到那边去，把那两个。 你是负责铜料的吗？您是奉上头的命，专程询问天堂工期。见过郎君。不要声张。我问你，连山的铜料下一批何时会运到神都？这看来有些问题了。若是因为铜料耽误了工期，圣人怪罪下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不敢，不敢。 实在是，这进一个月，上面催得急呀！郎君放心，这最新的一批铜料，今夜子时就会到达。不过，这几次运来的连山铜好像纯度不够，所以炼出来的铜比以往要少。哦，这可不能怪我们呀！哪家船行所运啊？百里家的垂柳行。垂柳行。 高石，高石，高石，小声点！我给你，我先喝口水啊！我勒个乖乖，你是没看见啊？那天堂虽然还没建完，那叫一个壮观，那叫一个宏伟啊！还，哎呀，还有个什么词来着？金碧辉煌啊！说重点。 运输连山铜钢的船，我给你查到了。百里赴，垂柳行。而且我还听那个连山厂的人说，说这一批什么铜的纯度大不如前。铜料果然有问题。铜料能有什么问题啊？船什么时候从连山返回神都？今夜子时。在哪里动手最方便？ 这你就问对人了。神都这地处三川河谷，运渠下方又有六条浮流，但其中与这伊河相会的只有三条，其中一条浮流呢过长，变数太大，又有一条水流又过小，还有一条在何处？龙。